历史学综合考研试题。玛雅文化，印第安人的一支玛雅人创造的文化，繁荣期在4至10世纪、15世纪初，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后衰落。玛雅人是唯一有文字的印第安人。玛雅人的文化对后来的阿斯特克文化有很大的影响，他们被称为新世界的希腊人。公元前第一千纪前，玛雅人已有到耕火种农业，他们用石头制造工具和武器。公元初出现城市，城市和村落里有贸易广场。玛雅人在数学、天文和历法上有很高的造诣。